的教育，我嘛是天主教，所以阮两个，真正实在，伫成义大学，我是住入去成义大学就实在正点无老师，伊规个，就即个工程的过程内底，甲断言了后，伊有提起讲，伊需要迄个代志的性别因为。咱知影讲，郑定国教授伊一生就是为着台湾的生态环保、土地公益奉献之外，伊最重要就是有一个信用。啊，这个信用伊，伊就讲就了后，伊讲需要有一个台语的圣经，啊，伊想要来做一挂台语的歌曲。所以今仔日咱要献唱的上半段是一个台语的弥撒曲，啊，咱选几条来唱安尼吼，啊，这了后有一个留这个苏俄的钢琴家陈秋佑伊会做一挂钢琴的演奏，因为郑定国老师真爱音乐，伊有参加桂枝湾合唱团，我嘛参加桂枝湾合唱团，今仔来为咱献唱就是桂枝湾合唱团。即摆即个陈秋佑钢琴家，他伊就是参加桂枝湾合唱团配合，今年台湾各地演出，希望会当推广台湾的文化。即嘛是郑定国老师一直希望讲。台语唔通消失，台湾本土的文化唔通消失，另外有一位小提琴家，即摆伫台中玉林小学咧教小提琴，叫做杨婉婷，伊嘛是含阮配合，嘛是作为台湾新的一个小提琴家，然后上尾阮再来唱。郑定国老师所做的这个环保的一挂歌曲，甲土地为着土地正义一挂歌曲，今仔日而咱来怀念这个郑定国老师，主要这个拄只已经讲有四位会当来向咱做一下分享吼。伫听歌之前，我想咱着先请。咱台湾生态研究中心，吼，较早原来伫阮静宜大学做过教授的陈玉芳，陈教授，请陈教授。
其实我已经是八几十岁，啊，我拢在老，啊，我嘛知影，我家己好，嘛是安尼啊，老寡可能老寡后日啊变做大个几大把，所以我有点啊焦虑，到底是，你事实上是应该是卖掉。有啊，另外较有贵心，无诶，另外无贵心。在你心目中，有张老师一个形象，一个画面。在我心目中，伊永远，我并无感觉伊有啥物意义。之前我伫访问个阿辉啊，爱做咧。我也记，你家己开车来，我厝旁边，阿姨妈，就是咧吼，因为我足袂习惯，我看袂着别人，原来我行来遮，因为这是一个表演的场所，啊，这表演的场所变作啦，目中无人。所以呢，他可以忘我，玩得自己很高兴。但是我想呢，平常我无这种心情。我讲到东西，看无人的过去，我最近面对了一个，我访问一个八十外岁做盐的盐工，伊迄拢唔当理啦，还伫新闻报地遐咧看盐的。哎，我唔知安那，我咧一向咧讲做这个 oral history， 这個口述历史的这采访的时阵吼，我就也无啥物特别的技术性，不过呢，但还是这个，可能我有一种感理性的这个，会去所谓的倾听啊。所以大概在我巴桑国际上呢，伊咧讲讲的时阵呢。不能单给单打一种贵气的物件印出来赶快，所以呢，在我访问来的过程内底，不能给，你不怪的。在访问中间，不能单一说开始唱歌，赶快，这个欧巴桑也是赶快唱歌出来。但是伊唱这条唱出来的时阵呢，我才感觉讲非常非常的这个，唔知要安讲。你知伊唱啥物歌无？你看唱干。干好啦，来，日本啊拍输了后干好的事啊，徛伫国民党当然讲干好啦，徛伫台湾人较早大家拢嘛，伊日本人是平民嘛，拢讲干好啊，干好了后，迄年诶，才做工诶，会一个歌谣，伊才唱我听，讲有五段，但是呢，伊连一段都无在了通唱出来，我想啊，要甲这段讲出来，因为。另外，是咱心目中所有留伫你心中的所有形象，你的情绪，才甲加起来以外，也阁有一大部分的另外是伫这个所在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呢，伊来唱我听，啊我唱，我袂晓唱啊吼，但伊来唱无破就对了。只不过我甲伊的这个意思呢，啊讲了一个重点。头前在啥嘛，再来都头无无头无尾安尼啦。歌请来，行出厝外，一路到车头。遮侪人拢总相共，财产无半项，
厂，一当亲像比当为着台湾唔完吧？伊头顶铁力价当有钱吃无当，人家坐小 A 小 K 再回来去做兵。我想，若小可有台湾意识的人，可能你会感觉到，有人会晓想无？我想你讲，遐人会卖掉。今日讲啥呢？我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，甲别墅呢，这咱讲搬车来行出出外，一路到到车头，一路到车头。台湾的政权也好啊，各边的家庭世世代代的这个替换也好啊，总是有转运的时机呀啊。这么多台湾人啊，就是讲这么多人拢总相共财产无半项。这么多台湾人拢拢同款啦，到底有啥物有价值的物件通来传承咧？五十一天亲像李丹，五十一年啊，曾经世界强权的大日本帝国，只不过是啥？仰中杯水中月，空思梦想而已尔。但是呢，五十一天亲像李丹呢，为着台湾唔完吧？但是为着台湾，这个责任呢，就是由台湾放弃的。咱肩头顶会担当，这么重担，就是无任何人有法度替伊承担嘛。后来呢，人家讲，人家一小 A 小 K 再回来去落地，虽然台湾人这么多，大家互相计较、互相批评，但是我还是倒来咱家乡。好好啊，在地生根吧。伊咧唱这歌内底，我听的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快，另外今仔已经变作是啥？咱中华的一个精神，咱台湾人完全的一点。另外，伊讲。伊的理性，甲伊的这种情感，伊的这个忠德，伊学校也好，伊社会也好，真只有这款人。但是这款人，都是咱台湾共同的精神啊，对不对？另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必须要拢面去学习，要我到保持，啊，无我惊我心态歹看。我下就是讲，今仔来遮是听这音乐以外，大家，我是做单的情况，我唔知讲是咧讲话，其实并无啥物话，因为。基本上讲的艺术这个字，伊会当互人诶超越着演绎，有法度讲。我着以这个千万字个写法讲。实在，姜老师诶字对对这个人，我未介绍。无实在姜老师诶人，我当然来讲。事实上，姜老师本来早就变成咱台湾诶首富。我拄仔看到伊个相片，真感动。啊，伊王佩里，我今仔看起伊已经几多好。今仔规工，大家拢在讲空气污染。我拄仔刚刚买也是，我听是看王明平啊，你讲的是啊？我感到一个疑问，咱台人讲做万岁，爱抓去看，爱抓去关。然后一个查某人，尤其查某人，咱这社会也是重男轻女的，讲用药啊，还是毒药下头晕，
伊那哩，那是有一个人用毒气，用着所有遐毒药来泡泡浸人，这款物件就是大家拢会感觉有啥物问题。台湾遮个侪侪遮个妖兽啊！遐伫遐咧摆摆遐空气污染遐，遐死人钱你也敢赚？拄啊，迄个倒一个民间团体出来讲迄有影，工商、政客，甲一寡假抓，我咧讲，因无啊是咧掠假抓诶。拄啊，王敏玲出来，我甲讲，等我，所有会当想、会当做的，拢做差不多啊。因为我即摆伫咧做教育，能替一切，恁所有想咧、今仔咧讨论的物件，其实啊，大家是安怎咱较看到即几样？是安怎，遮个人变作就是社会舆论同款？啥物步数咱毋捌创过？我讲，到到我做一个停步了，我要做 eco center， 什么东西呢？我要来号召，要化悲扬的事业，有啥物也好，有啥也好，人生感觉无啥物意思的，来，做这件事。你别来霸呀！要死我讲，你看，规个社会积小善，行大恶。规个社会嘴讲到足开，嘴角全破，就是种个要死，但是倒一件无咧做。咱是不要做恶人，咱是不要业绩。今年三月十三日来办桌，我坐公车的时，公车牌边管写一句讲：原谅敌人，就是善待自己。我去到台顶头前，我讲唔对，这句话唔对。原谅台台顶就是虐待，家己就是虐待，就是祸延子孙世世代代。关天是啥？完全是咧创造这个社会一个存在的善良。宽恕就是道德，宽恕就是公义的。你看呢，咱拢有法度原谅一切只个欺负好好鸟只古古怪怪只。我咧想讲，人存在坏，咱对倒来底都是安怎死？为虾米是存在意义不多？所以，咱只老伙仔要落去。做做的，我最后要做的就是要做一个干事会。我唔信遮侪用得死的。你若感觉讲，因为我一条就有啥物意思，倒不如咱来做一下看，处理的。你若走起来要修，要不修就要处理。你讲我极端遐，手机有讲。四十岁以前，男是自由主义者，无理想；四十岁以后，男是保守主义者，无智慧。这句话对，你想看啦？这句话若摕来看手笑本身呢，你嘛足讽刺的。这句话若是伫正常的社会。公益的社会，自由的社会，恁目前提供也是对的。但是若放伫亲像咱台湾这种，假自由、假民主、假公益，那较好讲的，什么死也袂对，但对啥真的？你讲啥？我唔信遐，我唔信遐，什么咧好说的？在台湾是这样，经济与政治服务。
教育为政权铺路啊，司法替这政霸来下了好路啊，是看谁办，法看谁办，是看谁办，法看谁办，八字真言。宗教为政治化妆，专门施政，为着巩固这外来既得利益，叫做利息。啊，规个社会啊，拢鼓励一寡细细项的、细细项的，互你比以前遮大项的。我要讲的物件先听，无需要讲。我相信另外知影，无在一当，即马几十当，即马六十几当啊，伊就台湾。我希望有一天我来找到我的心，他的心欢喜，然后说安宁兄弟，这真是我的兄弟，感谢。多谢多谢陈玉峰教授，那现在就来听陈天峰教授所做的这个弥撒的选曲，未来献唱的是。